另外带你看到的是路边停车呢，这不止车子被刮花了，刺破轮胎，而且呢还被打得头破血流。这是台北一位赖先生，因为住家附近一位男囚不顾别人在墙上呢贴有告示，还把车子停在别人的围墙边，没有想到不止爱车遭砸，自己也被打爆头。哇，你下面有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双方一言不合，手拿铝棒的男子立刻大打出手。来招啊！巷弄内追打，铝棒下手打得可不轻，被打得也不示弱，双手照样挥拳回击，双方打的是难分难舍，还出言互呛。怎么像这样？没有戏啊！没有，这样讲啊？没有像戏啊！我没有这样子讲，你都没有戏啊！啊，没有这样子讲。就为了路边停车起纠纷，地点就在士林美伦街的巷弄内。由于住家附近的停车位实在不好找，赖先生不顾屋主在墙上贴有标示，说是临停，请留下电话号码，赖先生就把自己的爱车停在道路转角处的空位。之前停在这里，车辆就曾经被刮花，这回是被刺破了三个轮胎。找上屋主询问，对方不止怒骂，还找人来助阵，带着铝棒把赖先生打得头破血流。目前赖先生已经报警，并且向对方提出告诉。警方也说，住家外的道路属于公共空间，强行占用可以依法取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